橄榄油的用途。橄榄油属木本植物油，是由新鲜的油橄榄果实直接冷榨而成。橄榄油中含有丰富的脂肪酸，能消除皱纹，还能预防肌肤衰老，从而起到护肤的作用，还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。长期使用可以有效缓解便秘，将少量橄榄油轻轻涂抹在有妊娠纹的地方，长期坚持使用可以使妊娠纹变淡或消退。睡觉前将少量橄榄油涂抹在有眼袋或黑眼圈的地方，可起到去除眼袋、黑眼圈的效果。还可直接用橄榄油凉拌各种食物，也可以与各种荤素菜直接煮炖包味，经过橄榄油调味的菜肴味道鲜美。